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穿梭对决泰国特别篇之泰国知多少》。哎，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两队成员来做这项活动啦，分别是我们的 JT、恩超、Star 以及 Wings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外卡队仙佑、小一、麦基。哎，你们对泰国了解很多吗？这边呢？还好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没有，你应该很了解吧？这里不是你的同胞。没有啦。好，我们会准备九个题目，来分别请两队抢答。当然，答对的人之后就不能再答，要留下一位来回答。等三位都重复答完之后呢，可以再重新一轮新的。OK 吗？清楚我们规则吗 ？OK。输的那一队呢，会有终极惩罚是什么？嗯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总不知道好了，不知道。好了，好，不要惩罚了啦。我们接着看吧。好，我们第一题，泰国最多的信仰宗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怎么那么快？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来，问，佛教。请问，哎，哎呦，啊，因为我们泰国宪法未规定泰国国教，而且保障所有泰国公民的宗教自由，但是国王一定要是佛教徒。所以呢，94.6%的泰国人都是佛教徒哦。泰国小知识哦，可以哈。第二题，和泰国人打招呼的方式。打招呼的方式，忘了。麦基吗？好，麦基。萨瓦迪卡。哎呦，会哦。是这样吗？从哪里学来的？原来本来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是吗？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可是好像错了，是 Saudi Club 哎，不是 Car。没有啦，不要这么严格，不能这么严格。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Saudi Club。好，对，双手合十。好了，今天就当你是女生了，可以了。是不是？我们家两队各一分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三题，在泰国拿东西给人的时候要用哪一只手？不去猜一下，左手。干净啊，左手擦屁股啊，左手干净，哎、所以原来是这样，左手拿干净的，然后右手拿干净。哇，那我们这边是真心两分喽。哇塞，你在乱拿我靠，一定要猜一个，不然等下我就不会举手了。这个那么简单。好，好，接下来，泰国可以合法买卖酒的时间是？哇塞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不是你啊，没行。中午12点。等一下，干嘛？要讲？你刚刚答过了。我哦，好吧。有中午到下午一段时间，然后晚上到晚上一段时间。哎呀，现在是2到5。好，来继续猜。12到5。12到5。B 答错了。哎，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了，怎么办？他们哇，不要害我们输啊！12到15，像白痴一样，12到15，对不对？12，答错。
随便猜，随便十。三分的，好，有一题三分的，有一题三分，现在这一题三分好不好？没有，还没。好啊，第七题，泰国的首都名称。我第一个我没有讲曼谷 ，Yes， 答对啦，对嘛，这才是队友嘛，刚十倍，对，十倍。接下来第八题是是非题哦，是非题。就全部出而已嘛，真的，赶快就是，不要对了，不要对了，这是拼手速的喽，快点，就讲完了。第八题，我帮队友举。第八题，在泰国不穿内衣出门是违法的，答一，对还是错？这边又会打错，不穿内衣，我们来想一下，有分性别吗？就全落差，圈，哎，没错。最后一题比分是 Jinny 五分，然后我们外卡队只有六分，等一下变六分。但不要紧，因为我们最后一题的是三分题，非常困难。爆雷！第九题，曼谷的全名是？你们怎么不举手？我说会拿纸给你们念呢。太简单了，哇！他先举的，先给他看的。那就我们的位置来了。不要对哦。我吃亏。十秒钟念出来，十九，温杰森哈哇，六五四三西亚有，还没了，好过没有？换我们，来，从左边念到右吗？十，双手会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看呢，哎，我是问你，对啊，好，刚才不嘛，阿娜昆森的他哇，老邱有人要放弃，十秒，不完，还不完。刚才不满，没办法，来，我来念。好，快进来，快用力哦，来，用力哦。刚才不满，哈纳昆拉森拉瓦老迪亚西亚尤他玛雅哈迪路普奥，加油！加油！舞蹈吧，加油！加油！这什么？这是曼谷的全名。什么？迪亚哈纳迪亚。这是我们曼谷的全名。好的，因为你们最后一题实在是太难了，两队都没有人可以回答得出来，所以由我们的 JT 5-3获得优胜。我们外卡队即将接受终极惩罚。有看到手上这个气球吗？没错，终极惩罚就是气球大爆破。我们外卡队必须要把椅子上所有的气球都做破。没有。你看这两个很怕。没有。气球掉下来的话要再加十颗哦。屁呀！那个也会飞的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就三二一，请坐啊！哎，快点，加油一点吧！其实还蛮好玩的，我做不到重点。给我一个好不好？快点！我怎么做不到？你看，我在下蛋呢。我怎么做不到啊？哎呀！哇！交给你，剩下全部交给你。啊！给我，平均。好痛，好痛！又摔一个了。知道这边结束了，相信大家也对泰国有多少了解了一点了吧？在留言处留言支持你，支持哪一队，或是你喜欢的选手哦，好吗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你要吗？我家哭了。你看，我家哭了。